他让我惊叹，最喜欢他的 AI 逆光拍照。其实我对摄影的要求是挺苛刻的，他真的帮我惊艳到了。在逆光下拍摄人像作品其实挺困难的，它需要各种补光的这样的一些条件。使用它的话，能够轻松的得到清晰的成像，帮我们解决许多困难，真的很厉害。以后我的大片新拍档就是它了。你的 X21 触体验呢？